由金门体育会所举办的介寿杯少年棒球赛，一共有全县金湖、金城、安澜等16所国民小学组队参加。目前金门少棒运动日渐普遍，水准也比以前更为提高，参加比赛的各队无论是打击跟守备各方面都有良好精彩的演出。这次的比赛经过7天的赛程以后，冠军由金湖国小夺得，亚军锦宁国小，第3名是安澜国小。